点钟后，每一年要甲政府文化单位召开签约汽车会。啊，你喊我大声是要创啊？喊我大声，汽车会就喊到无用。莫讲啊！即摆大家赶紧想办法啦，解决这个问题。啊，若无到时，咱真正吴依林这个新任的董事长，把咱活计抵罪啊！这个吴依林啊，中医也袂找，小弟想要买。我早就知影，伊是一只阴天狗啊！当初佮姚贵假说你，讲甚物无想要另做归宗啦，结果呢，唔那是把我的辉煌生意抢走，即摆佫靠袂住，甲武山集团赶我跑去。你意思是，你要甲吴依林解决掉？咱若无，你敢有搞较好、搞较紧的办法才解决问题？这主事者无出现，记者会无得进行，合作自然也得破局啊！这吴依林啊，三番两次找咱麻烦，对付咱。卖讲是光电啊，只要有伊在的，咱什么代志拢卖想要好好做。所以我赞成搞吴依林这个动落的石头，他亏。抓不！先卖讲这啊，我先打电话叫道路救援。依林，那边有卡车要过来的。我不用丢，应该是
老赵囝，俺紧出来。阿伯，囝，来。哦，你这出场哦，太过浮夸啦。人有这么浮夸，要怎么叫你个今天？今天，我都听到你叫我阿伯，你是不是应该背一点叫我一声阿姑？来，叫一声，我送去。阿姑，多谢你。少，我是关公医生的总召陈东俊。原本啊，我是抱着足期待的心情啊，希望会当看到这头一笔关公医生拨款的记者会会当顺利进行。这嘛代表啊，我对这个关公的事业啊有一个信用的咧。也毋过真遗憾啦，日月星饭店董事长啊，人即马也未到位啦。唔知啊，伊是感觉到这个计划是毋是需要调整的所在？所以啊，今日这个签约的记者会咧，就取消。不需要取消。记者会交给我进行。你两个走到啦，那怎么才来？金阿姨，等一下再跟你解释。真歹势，拄只路拄着意外，啊！不过阮排除万难赶到现场，真多谢恁愿意等待。平安就好啊，看恁就这么大意思，家己也说。我若是平安过来，就表示有鬼要现形啊！好啦，那咱签约仪式就会当开始啊！各位媒体朋友，真歹势啊，恁等这么久，我来签约仪式正式开始。请就台。咱真正签约，靠着内面无钱是安怎？签约了了啦，存款过两天啊。这个赚一部分利息就好啊，买签就分签，签落嘛不一定能顺利进。签约仪式顺利完成啊！各位媒体记者朋友，若是有啥问题，阮拢有专门的人会当回答你。新闻稿看完都会交给大家哈。邱大姐，朱晴天，你是用啥物身份伫遮发言啊？我是代表 SCTV 第一台的记者朱晴天。这笔观光预算有足侪团员呢，毕竟政府已经搬出两期啊。啊，不过到今嘛，还是无任何的具体政策。有人传言讲，关公户头内底是空的，400亿被人搬走啊，不知跑去倒去啊。是不是会当请陈总召说明一下？陈总召，这户头内底敢真正无钱啊？所以你才唔敢给大家看。谁讲的？那400亿1500里都无减的，好好伫存户内底啦。那呢，就让现场的记者替你辟谣啊，报掉你的名声。这个谣言哦，真正是我感觉足头疼的啦。自从我做总召以来啊，我一直拢是清清白白，以亲人啊来要求我家己。我嘛知影，这户头内底若是无钱，甚至数字有出淡薄仔问题哦，我都要面对叫人罢免，甚至是各种的行政，同款的啦。若是有企业界提早这个事，嘛一定会出大事，甚至伊要面对的灾厄，嘛袂比我较紧啊。所以，
为着要证明我的清白，也阁有受到这个谣言去牵连到的企业家身份，我第一只决定公开消灭。应该是不会。我们让花朵直接拍了个霸王爷的。谁来拍霸王爷？他五三集团退啊，等我们三个做伙退出来嘛。你这嘛是讲啥？我这嘛一款，袂当同样着这么大的资金嘛。我会当同样的，连五亿拢无够。哎，好了。我跟你说不对，我们两个现在若不轻395个出来，我们当地还是会吃。我现在就来指示公款的这个管理人员把下班的资料传来现场。那这样大家就拭目以待啊。进来，给你转195个，你比管工转了我的口子。五十个，好了，五十个了，五十个，紧，紧出来。耶，是安怎？你是195，我是200啊。好了，今晚要计较一下。王大，哎，你先转100，我等一下。哎，我今仔转转给你。啊，两分利，啊，无你今晚是？好了好了，两分利，两分利。你将来我有你的技能的考证。好，没问题。今麦银行的人已经连上现场卫兵啦，咱今麦就当马上看卖这户头内底到底敢有这400亿。关系啊，拢紧给我弄落去。也真偌久啦，调了袂，今日就调啦。恁大家拢看到啊吼，这就是关公医生的专户，总金额400亿。啊，不过那也是几落笔加起来，总共400亿。当然嘛，是因为政府的汇款拢有一定的定数啊，所以唔才会安尼啦。非得啦，这数字也无唔对。大家都不需要怀疑啊。梁委婉，恭喜你终身证明你的清白啦！这嘛证明你伫企业界关系真好。为着要有政府还有民间的合作啊，我这个做公仆的，当然嘛是要做一个善意的桥梁啊。今日签约记者会已经顺利结束啊，多谢大家的关心。